谢大家的热情掌声，谢谢。哎，又一次站在这个舞台上，是心情无比的激动，嗯，无比的紧张。是啊，阔别这个舞台已经两年了。哎，两年多了。上一次也没有取得什么好成绩啊。嗯，没有比那更好的成绩了。谦虚谦虚。回去之后也没有什么作品，我也消失在大家的视线中。两年？对。没有吧，不是前日子上热搜了吗？不是，瞎说。没有的事儿啊。上台来呢，先做一个介绍吧。好啊。我是来自北京德云社的相声演员，我叫岳云鹏。哎，是您呢。谢谢谢谢。隆重的介绍一下我身边的这位老师。也甭这么客气。孙越老师。哎，是我。我们两个合作。哎，你等我，观众怎么不能鼓掌呀？我这刚要鼓掌，真的。我们两个是台上台下特别好的朋友。哎，比较习惯了。我们两个生活当中有很多可乐的事情，有意思的事情，带到舞台上供大家开心。哎，生活中的真事儿。前些日子我们出国演出。我们国外也说相声。相声走出国门，我们去墨尔本演出。我骑车去。你等会儿。您等会儿。我骑得特别快。您别骑太快了。就去墨尔本演出，您骑车去的？骑车奔机场啊。哦。T3。哦，你也是够拮据的啊。哎，到了 T3 我发现一个问题，给我气坏了。什么问题？那么大的一个飞机场，连个存车处都没有。是人家没有想到我骑车去的。没关系，大踹碎了我不要了。自行车？那怎么了？我马上要出国演出赚钱了。你瞧这人，回来我再买个新的。你看，好好好。哎，登机牌取了一看啊，三天以后的。三天以后。来早了。先回家。回家吧。得，走着回家吧。哎，多新鲜呢！刚到家我一看，嘿，该走了。哎，对，折腾吧，这不就是。我们上了飞机。嗯，像我们这种大明星啊，我们您等会儿，您等会儿，一般都是，你看，就没有自己说的啊，低调一点。你越这样越容易出事儿，知道吗？啊，低调。像我们这种演员啊，啊，对对对，坐飞机都坐那个头等舱，明白吗？真的、啊，这确实是，头等舱那个座位呢，稍微的宽一些。嗯、对，知道吗？上，您等会儿，您等会这么宽吧？这比经济舱还窄呢。经济舱这么宽？没有，得这么宽点。头等舱这么宽？宽点，宽点。你琢磨孙老师这个身材？我身材怎么？你这么看，这不直观啊，看不太出来。来，啊。这么宽，您等会儿，那个座椅，不是您的手，你想，不是您这手的，那怎么还展开了一下？我觉得没有，你再回去，哎，好，来，我松紧的，我是，那座椅稍微的差劲一些，没那么窄，那也得坐呀，嗯，坐吧。干嘛？我还瞄着准儿，我还得。整个坐进去了。哎，旁边呢还有一个墨尔本大姐。哦，一个外国的大姐。他们两个坐在那儿，头等舱那个服务态度特别的好。哎，对对对对。谁坐过飞机没有？那就好办了。那个马上起飞之前啊，人家让系好那个安全带。啊，都有那个。飞机那个安全带不像汽车那个安全带。汽车安全带这么系，肩挎式吗？飞机不是啊，这样就系腰上这个，对，系腰上。哎，孙老师，空姐儿，嗯，空姐儿，干嘛呢？我，你过来，让空姐儿过来。讨厌。嗯，什么意思？比划比。空姐儿，哎呦，实在是抱歉，不好意思，先生，嗯、这个安全带没有那么长，我再去给您拿一截儿啊。不够长。再拿了一截儿。嗯，那么长吧。啊。接上，安全带算是系上了，算安全了啊！飞机马上起飞了，空姐过来检查，要查这个。哟，先生，请您系好安全带。嗯。我怎么这么些表情了？哎呦！合着我把安全带藏起来了吧？已经系上了。你就别给人展示了，已经系上了。不
一会儿又过来一空姐，哎呀，哟，先生马上起飞了，请您系好安全带。哎，行行行，可以了。哎呀，行行行。真事儿，什么真事儿？别胡说八道。他坐那儿，他那个肉啊，一会儿扒拉上来，扒拉下去，肉都流到旁边了，是吗？就占人家地儿呗。墨尔本大姐不愿意了。啊，墨尔本大姐不乐意了。你看这外国人也是，怎么了？放一会儿怎么了？还跟人商量呢。那就把你个龟孙儿。人家不愿意了，知道吗？咱俩管人那走。这口音是墨尔本大姐啊？这不是郑州哪阿姨吗？这不是？人家在郑州上大学。哦，这学习的河南话啊？我还真改造人啊！一会儿呢，飞机不是飞挺好的吗？啊，他就按那个服务那个键，叫空姐那个服务。对，叫空姐。空姐过来了。啊，先生，您需要点什么？都客气。空姐，我要把松紧带解开吧，我说话声都小了。我寂寞。按说寂寞很正常、啊。不，我理解的应该是无聊吧，就是寂寞。不是，就无聊，你非得、哦、寂寞没有关系啊，我们这有报纸，哎，对，有杂志，在你眼前有一个大屏幕，哎、上面有电影，有音乐，啊，游戏，不寂寞了。对。OK， 还 OK， 一会儿又摁铃，又摁铃干嘛？空姐，我难受，我累的吧我？不是，这难受没有关系，要不再给您来一节安全带好不好？哦，放宽点。我跟那个没有关系。啊，难受。瞧我这模样。空姐也急了。啊，难受。要是不乐意，这样吧，你跟我来。干嘛？说着话，把他领到一个操作间。就红姐他们那个，就他们两个人啊，先生，怎么了？难受是吗？这样啊，怎么着？我这有个减肥药，我就能瘦下来了。我知道你难受啊，你太胖了，你很难受。谁？我知道。谁说我难受下来了？啊，你不是难受吗？太胖了。不是，我就不舒服，那就难受。你误会我了，我不是那个难受，我也不是享受。嗯，我是我想上厕所。我怎么这么不会说话？我想上厕所。嗯，上厕所您就直说呗，这不是厕所吗？就是旁边就是厕所呀。旁边小门呢？我进不去。我是有点难受。飞机上那个厕所门啊，稍微的窄一些，你知道吗？啊，太窄了，你这。窄。哎呦，这我们来帮您吧。嗯。四个空姐愣塞给他塞进去了。跑我床里了。一直等到飞机平稳降落之后啊。然后来检修的人员把这个门拆开了之后，他才出来的。合着我一直在厕所里站一路啊？真事儿啊？没什么，别胡说八道啊！两年没来了，一上台说我这个，你有意思吗你？我告诉你，不是你师傅在这，我早抽上你了。我告诉你，你抽我试试。你又不敢抽你，能不能抽的？抽着？讨厌了，跑这拜会我，我都怕点怎么了？你这，我告诉你，讨厌这人，我恶心不死你，确实是恶心。孙老师啊，这个人脾气特别的不好。我告诉他，台上忍半天了，跟你动不动就打人。俗话说得好，什么呀？台上无大小啊，台下立规矩。我台上拿您开开心，怎么了？咱干的是这个职业。人于老师怎么了？于老师祖宗十八代死光了，人家说什么了？台下如果说拿人开玩笑，孙老师怎么样，人大嘴巴抽我，我一点办法都没有。啊，就是说台底就是我生气的，就是大嘴巴抽你，你就乐意哈？当然了。台下哈？当然了。啊，给我五分钟啊。打不烂你我。摆平。就这点能耐，我告诉你，他没有任何的办法，还得录节目着。刚才说呀，孙老师脾气特别的不好，我确实有点脾气暴。这是真的，嗯，书上写的好啊。书上写什么了？脾气大啊，伤肝。哦，
气走肝，对不对？嗯，爱生气容易伤肝和左脸。哎，您等会儿，伤肝和左脸？对呀、啊，有左脸什么事儿？真是，给大家讲一个故事啊。孙老师前些日子请我们后台所有人去吃饭，说是请我们吃饭，其实为了让我们自己花钱。啊、前些日子我们上外地演出，赚了些钱没带他去，他就生气，生气不能挨个弄死我们呢，哦、就请我们吃饭、哦，让我们自己花钱。就是报复你们。对了，菜上来了，上一大桌子。孙老师，各位您们先吃着啊。嗯，那个我有事儿，我先走了啊，就走了。哦，蔫溜了。这件事情发生在劲松啊，他跑了啊，不到三分钟到延庆了。到延。裤子都是我孙子，百来公里呢，呦呵呦呵，跑特别快，难为我了。跑到一个小饭馆，往那一坐，喊服务员，是，服务员，对，难受，哎，还带着安全带呢吗？过来过来，点菜点菜点菜，限制我们菜单，随便点随便看，你看您吃点什么？花生米。要吃的东西，来三个，就仨花生米，蒸一个，煮一个，炸一个。哎呦，这一米一吃啊，这是。不大会儿功夫，三个花生米上来了。是。他心里难受。我难受什么？纠结，我先吃哪个？就仨花生米，你吃哪个不行啊？哎呀，脾气上来了，恨不得啪啪啪抽自己大嘴巴。哎呀，不知道先吃哪个。后来想出一办法，嗯，抓阄，写了三个字：蒸、煮、炸。喂着花生米。弄一个小团团，哎，走你。哎呦。自己抓，炸的，啊，吃炸的吗？怎么了？这是煮的。哎嗨，炸的煮的我瞧不出来。嗯，煮的，吃煮的吧。吃。哎呦呦呦呦呦！裤子还够碎的。正吃着呢，旁边那桌又来了一个大胖子。来一哥们儿，胖的不像个人样了。这话说的过分。真的像特别胖，嗯，比他轻十来斤，知道吗？大胖子。那我就不是人了呗，我就，嗯，这我用你肯定啊，这玩意儿，别这么说话，这是，反正挺胖的啊，不瘦。人家点了一桌子菜，啊，人家能吃，嗯，点了一个炒鸡蛋，弹簧菜，炒黄瓜片，哦，素的，炒肉片，哦，荤的，木耳菜，山珍，炒一黄花菜，多好，又来了一个木须肉，我来，六个菜，哎，您等会儿，一盆米饭，您等会儿，您等会儿，这不就俩木须肉盖饭吗？一大盆呐。好家伙，一个人在那吃，咔咔能吃，人能吃，他那儿就剩一个花生米，是啊，心里难受啊，嗯，脾气上来了，这脾气就上来了，哼，吃死你！哎，这不讨厌吗？这不，吃死你！你说这气谁受得了？这不招欠吗？这大胖子站起来，啊，啪，大贴子就过来了，哎呦，所以说气大了伤肝和左脸。哦，都这么伤的左脸，嗯，我气性要再大点呢，伤肝和左右脸，就啪啪了呗，就对。那我气再大点呢，伤肝 和死去。哎，对，好，您这都胡说八道，知道吗？这、啊、真事儿？什么真事儿？这脾气大不好、啊，很多人脾气也不小，都得脾气大，有的是对外人，嗯，有的是对自己的家人，什么样都有，有的是面对面发脾气啊，这都正常。是是是。我个人认为啊，我比较不喜欢的是什么样的？网络暴力啊，现在有这个，我们不能面对面，我不知道他是谁，对，他说什么都可以，他可以不负责任。这个前些日子说那个什么谁谁谁谁谁谁滚出娱乐圈，哎呀，人就不能走出去啊？对，不还得出去呀？对不对？人没说方法，说什么的都有。哦，还有人说我师父啊，有人说我师父个儿小。哎，你这过分了，太小了。啊，好家伙！有人说我师傅个儿小，说我师傅 一米五多，说我师傅打篮球从裤裆里钻，我的天哪！哎呦呦呦呦，您这话说的，我都不爱听。赖对方太高了，主要是是不是？是受不了这话。哎呀，还有人说什么？嗯，说我师傅拍烂片，我的天哪！我特别想加入他的战队，你知道吗？哎哎哎哎，怎么说话呢？不是，我特别想跟他作对。你得替你师傅说。那当然了，证明你那是我的师父啊。对呀、啊，我师父多好，好啊，拍了这么多年的电影啊、嗯，哪个剧本他看过，对不对？我现在是他导的、啊，他都是给别人帮忙，哎，情义，帮着帮着发现就不对了啊，因为他拍了太多的片，帮了太多的忙啊，全是烂片，也不能怎么，赶寸了，
你是不是也无奈？更有人说了啊，说我，说你什么呀？说我脸大。没错。什么没错？什么没错？脸是大。咱俩比比来，咱俩比比。比什么？你别。啊！不比了，不比了，不比了。姑娘没站起来都比你小一圈呢。她好小。你脸太大。网上有一个脸大排行榜。哦，脸大。说我排第一，我的天哪！哎，谁排第二啊？鹿晗。去。这变相夸自己，我告诉你，别糟践人家啊！还是说我爱卖萌，耍贱。我能卖别的吗？表演风格。哎，还有人说我没有文化。啊，这倒是。这让我受不了！你对什么？你对什么？确实是。那是因为我从小。成长的环境不好，没有钱上学。哦，小时候苦。小时候我们家特别苦，穷。对了，网上还说了你特爱哭，是吗？变本加厉了。我们家真是穷啊！我们家九口人只有一条裤子。哇，这裤子这么紧张呢？谁出门谁穿。这裤子累得够呛。咱们都穿过背心吧？啊。小时候我也穿过背心儿，那有什么？我那个背心儿啊，只有俩带儿，没有背，没有心儿。哎，对，好，这是搭俩线儿，这是啊。我那鞋疑似鞋，什么鞋？疑似鞋。什么叫疑似鞋？就像是鞋。那不是鞋什么样儿？只有带儿，在那搭着。哎，您跟这个是套装啊。难过不难过？反正日子不好。他们有人说你小月你吃东西都不会吃，这不很正常的吗？你们天天珍馐美味、山珍海味。哦，我也是，我偶尔也吃过啊。我吃过那螃蟹。哦，吃过大螃蟹。哦，哟，这么大，那么大个儿。这帝王蟹那样。帝王蟹。哎呦，我第一次吃螃蟹的时候啊，什么都没剩下。怎么了？这个牙看见没有？啊。吃螃蟹硌的，哎呀呵，这里边还换一个呢。行，什么都没剩下。你也是牙口好，这特别让人生气。是，最让我生气的什么呀？最让我生气的什么呀？是网上很多人，他们说，这讲着，我可以，各位，我把音乐关停了。小月、孙月，来自德云社的俩说相声的，两年前是在这个舞台上，对，参赛，对，这又回来了，感觉如何呀？感觉啊，还是那么的难，那么紧张，是吧？真的，为了写这个段子，我已经两天没怎么睡了，但是我知道还有瑕疵，还有不如意的地方，有点紧张。我们叫行话叫压活，就是第一次在台上使，而且是在电视上使，更紧张，更有压力。不过没有关系，我们喜欢相声，我们还是那个不忘初心的两个人。这两年好像除了说相声之外，岳云鹏真人秀也做了，影视剧也拍了很多哈。对，好像你拍的电影票房不是很好。还可以。你干嘛还留面子？因为我不敢超越您呢。最近有没有拍什么新的电影？我去年一直在拍电影。拍了一个特别喜欢的片子。这个电影的名字叫《祖宗十九代》。这个导演是导演啊啊，咱这样合适吗？就是您，等着您了，等着大导演。俩人，对，别，对，大点声，那个。终于到总决赛了，熬到决赛啊！什么叫熬啊？不容易。这会儿又该我们哥俩表演了。好多观众对我们哥俩不熟悉。还不熟悉呢。我叫郭麒麟，都知道。他叫阎鹤祥。嗯，
哥俩合作时间不短了，12期了嘛。啊，咱们刚开始搭伙。实话实讲，我们俩在一块说相声，打小就是这样。哦，小时候一块学，哎，也是一块玩。你看看，相声演员四样基本功课大家都了解。哪四门呢？吃喝嫖赌。那这个对于那是那边那教你的，那啥，像话。你说汉先生，四门功课是坑蒙拐骗。还不如我这个。这是那外国人教我的。没听说过，别瞎说。应当是。应该是说学逗唱。说学逗唱。四门口技。每一样都得下了功夫。都得学呀。对呀，第一样以说为主。啊。相声演员站在舞台上，口齿一定得清晰。哎。说的得好。嗯。得有意思。是。这嘴里功夫怎么练呀？啊。罐头。哦，就上期您背那个，哎，还得往前倒啊。哦，罐口在台上，嗯，像什么报菜名啊、八扇瓶子、地理图啊，不假思索脱口而出，汤汤汤汤汤，得看这个基本功，这都是打小开始练。嗯，全都下过功夫。是啊，我们德云社有三个重点的培养对象。谁呀？岳云鹏。哦。烧饼。啊。还有我。哦，你们仨。我们哥仨。嗯。小的时候，哎呦，我吃那苦你都没吃过。什么苦啊？真的，小的时候早晨5点钟，嗯，我爸到我们这房间就得给我们都叫起来。你爸是周扒皮呀，早上5点就叫孩子练功啊。这么苦啊？多新鲜呀。哎呀，5点挨个都耗起来，嗯，摁在墙边背。背什么呀？背报菜名啊。哦，来，岳云鹏，来，你背报菜名。刚起把震动又开了。蒸羊羔，蒸熊掌，忘了，就俩菜就忘了，给我爸气坏了。哎呀，抡圆了胳膊啪来一大嘴巴，墙角跪着去啊，跪着去背。背不下来，今天中午饭你都甭想吃。多厉害！烧饼，来。那我来就我来呗。蒸羊羔，差不多了吧？好，这比这饭量还小。你就一个菜呀、啊？啪一嘴来，大，给烧饼也踹墙角去了。跪着啊！你要背不下来，这晚饭你都甭想吃。郭麒麟，跪。就对我最严，背。爸爸，我不会，下次注意，知道吗？我吃那苦你都没吃过，就这个呀，知道吗？您吃过什么苦啊？你这打小得练呀。您没下功夫，你不练在台上没有办法进行表演，没法诈骗。当然了，说学逗唱。观众最喜欢的还得说是逗啊，逗乐嘛。相声不逗，没有人愿意看。那肯定是不是？但是说相声演员逗乐观众，嗯，大概其啊叫幽默，哎，语言的幽默。对，因为幽默呢，它较为含蓄，哎，比较奔放叫滑稽。啊，这还有区别吗？把人逗笑有很多种方式啊，幽默和滑稽是完全不一样。您给分别讲讲，什么叫滑稽啊？嗯，我走上舞台。这儿一西瓜皮，我一踩，哎呀，摔一大跟头，这叫滑稽。哦，滑稽。哎，什么叫幽默？就是含蓄啊。展示一下。我举个例子，我是你爸，这就叫幽默。含蓄。我是你爸爸。滑稽。没听说。到我这占便宜就是滑稽是吗？不是，你得懂啊，懂相声啊。逗乐不是那个。不是那意思，幽默得是语言上，只要能给观众逗乐了啊，相声演员的工作就合适了，格调得高雅。哎，对了，嗯，说学逗唱最后一样叫唱，嗯，好多演员啊，啊，自己都有误区，哦，啊，我们能唱，嗯，我们能唱个歌啊，嗯，我们能唱个戏呀，哦，这叫唱吗？这个不叫唱，叫什么？这都叫学唱。哦，归在学。你不是人家专业演员，嗯，你怎么唱都是学人家啊。真正相声演员应该掌握的唱，您说叫太平歌词，这是本功。这个东西说心里话啊，现在掌握的少之又少，还真是。
我们相声界内部吧，做过一个不完全的调查。目前世界上现在的啊，还会唱太平歌词的，就剩下两个人了。哪两位？一个是我，一个是我父亲。没有，这东西啊，岌岌可危。赶紧听，到劳动节就一个都没了。我跟你说，那意思我们爷俩都得死在劳动节是怎么着的？什么呀？什么意思？我们也会。你们能会这个吗？谁说不会啊？你吃过那苦下过的功夫吗？我没有爸爸，我不会这句。对呀，多谢谢。我为了学太平歌词，怎么着？太平间里头待了6年。你就多余出来，你知道吗？烦了，根本什么都不懂。那是练太平歌词的地儿，知道吗？讲究上下句，咬得特别紧。您说那么热，来一个怎么样？基本功啊。好，成成成。那我就稍微展示一下，来一段。太平歌词有这么一个传统的名段，叫《秦琼关阵》。好，全段唱完了，反正挺大的。哎呦，得唱个10几分、20几分的。哦，咱们呢就摘当中最精彩的那几句。好，我展示展示，来一回，好不好？讲的秦琼的故事啊。磕罢了头，我是忙站起，眼望黄标把话明。你今天驮顶我闯得出正东正西正南正北东南东北西南西北刀枪剑戟斧钺钩叉砍棍槊棒鞭锏锤抓拐子六将四门斗地锁八卦连环阵疆场与上南立了大功。你今天驮顶我闯不出这正东正西正南正北东南东北西南西北刀枪剑戟斧钺钩叉砍棍槊棒鞭锏锤抓拐子六将四门斗地锁八卦连环阵疆场以上你活不成。我一言唱不尽的秦琼关阵，我是愿诸位那狙击啊欢乐是俯首抗宁。你看你这 rap 憨豆也听懂了。哎，憨先生喜欢这个。哎，他也会吗？可能英格兰那边也有这太平歌词。这是唱功。好，说学逗唱。为什么把学放在最后说？为什么？包罗万象。哦，门类比较多，能学的东西太多了。是吗？真的。哦，你就拿学唱来说吧。学唱就分两个门类。哪两个？一个是学这个传统的唱段。哦，一个是学这个流行的唱段。哦，比如说现在流行歌曲，在舞台上学唱，这个很多演员都行。是，但是啊，我说实在话，我爸在台上没唱过流行歌曲。他也唱了。我唱了。他一唱把原著都得罪了，你知道吗？因为什么？他对这个没有兴趣。哦，我跟他不一样。您怎么着？我爱听歌曲。您是好角啊，对不对？啊，我学学我爱听的几个歌怎么样？流行歌曲，好好，来一回啊！简单学学啊。学一首。我最喜欢打小啊，小时候爱看那个动画片啊，有一动画片叫《西游记》，你看过没有？我看过。对，《西游记》有一个主题曲叫《你真了不得》。哦，都知道。猴哥就那听过吗？我知道这个我最擅长了。您来怎么样？我唱一点。来、你这了不得啊。看啊，猴哥你可曾想起了我？如果你正承受不幸，请你离开我。猴哥呀，猴哥，你看，别这猴哥欠你钱是怎么着啊？这你恨他呀？展示嘛，你们两歌都唱串了，不一样吗？您唱这是朋友那是。哦，猴哥也是我的好朋友嘛。哦，这个歌我知道为什么唱串。因为我这人在舞台上表演啊，我没有乐队我唱不下去。好，你好乐队，你多新鲜，我得庞大至极，好几万人旁边给我伴奏，我再唱。哦，那就是您的追悼会了。我那人缘来不了好几万人。我得有乐队。来了吗？有乐队就行。那来一回啊。我去来乐队。有人在吗？哦，有乐队没有？来来一个，来一个。嘿，真好，真好。那玩意儿，嘿，快，这你大姨他们都来了是吧？听说出来还尖叫，你看。哎，上来小乌龟。这个介绍一下，多好啊！这怎么是小乌龟啊？这个颜色，挺好，这儿没有。这是我的一个好朋友。谁呀？也是我们在德云社的一个师兄弟，一个演员。他是孙越老师的徒弟。哎呦嚯！孙越知道吧？那个大胖子，特别胖，知道吗？坐在飞机上啊，两边都靠窗户。好，这么一位，这空姐怎么办？孙越老师的高徒。名字也好听，叫儿子招。对。这个儿子招，不是你等会儿吗？你怎么了？不是有叫儿子招吗？您叫什么名字？孙子招。你还说大了一辈儿吧？不是，这也不合适啊。孙子招啊？没有，孙子
招。孙子招，哎，这是我这个相声说的不错。嗯，当然这个吉他弹的也好。好啊，我们俩平时总在一块唱。我还真不知道。你不知道吧？来一回吧。这我们来一回吧。我们看看啊，咱来回那个好的什么？来一个那个那叫什么 ？Flamenco。哎呦 ，Flamenco 行吗 ？Flamenco 没问题。最近我们总练的那个，我在行啊。你在行那个，嗯，一定要把这个技巧你炫出来，把这节奏打出来。对对对 对没问题。然后我一定要那个特别特别 fashion， 特别范儿的那种。有范儿是吧？哎，你一起来我才能唱。太好了，好不好？行啊，来开始啊，欣赏欣赏吧。Flamenco 都没见过啊。Flamenco，Flamenco， 对对，看你这样。白龙马蹄儿朝西，驮着唐三藏跟着仨徒弟，西天取经上大路，一走就是几万里，嘿，几万里，好不好？哎呀，太优秀了，太优秀了！我感觉啊，你们家跟吴承恩可能有什么战略合作。怎么了？怎么老有西游记啊？这里边这多好啊！这是弗拉蒙戈吧？弗拉蒙戈，唐僧取经还去过西班牙是怎么着？没有没有，这是就我们练的呀。您这都又唱串了，这这串了是吧？这什么玩意儿？那不行是吧？我再换一个。好的那个有好的有好有好，咱不提这白龙马了，行不行？不提马了，哎，咱来个驴的故事行不行？驴的故事，哎。这个去年有一个电影特别火，叫《驴得水》。哎呦，啊，好多人都看了。这个主题曲叫《我要你》，我唱一遍。哎呦，好吧。这个是个流行的歌。这行不行？你会这个？多新鲜呀！来来来来，展示展示。来，来开始啊！我要你，我要你啊！我找这调门啊，这高音。我要，哎，是这个吧？是这个。还再高点啊？对，还行。我要从南走到北，我还要从白走到黑，我要让人们都看到我，但不知道我是谁。我可以可以了，别拉了，别拉了。人不谈吗？人家不是驴得水啊，是走得远，这是。骑着驴什么玩意儿？骑着驴走。这不是这个，这是你师傅于谦老唱那个。这不驴呀，啊，没有，我要是这词儿，不是这词儿，我要这词，哎，行，我快死了，你是吧？那我正经来一回，哎，重来，你怎么回事？我跟着你呢，你怎么，你得好好谈，人静人搅和了，重来重来，再来再来，来来来，再换一个，换一个，我要这铁棒有何用？我要这变化又如何？行了，别弹了，你就别弹了，这多好啊！我还有一嘎调。这猴要再出来，我歇死你们俩，知道吗？不懂艺术，怎么老有这个呀？不懂艺术，您会不会这我要？我能不会吗？会唱啊！我刚才就溜溜嗓。你溜好了没有？溜好了。我要啊！这回绝对错不了了，错不了啊！哎，来了，开始啊！我得找你，我来。我要找我爸爸，走到哪里也找我爸爸。我的好爸爸没找到，若你见到他，就叫他回家。我师傅丢了是怎么着？你爸不就在那儿呢吗？你是吗？你呀，啊，你就是一蒙事的，我跟你说。能蒙事吗，哥？我再给你最后一回机会啊！这绝对唱上。能唱就唱，不能唱您拉倒啊！不，您放心吧，这都总决赛了，这个什么驴得水？唱完这我结束了啊！好，来这个。少爷，您到底会吗？你我能不会吗？你怎么回事？你老搅和我，你放心。唱对了啊！这就对了。丢人了都。
要你在我身旁，我要你为我梳妆，整夜的风儿吹，吹得心痒痒，我的情郎有个流氓叫燕和香。还鼓掌啊，好不好？谁是流氓啊？啊，我看出来了啊，我怎么不赖你就赖他，我这多成功啊，就是你搅和的，你给我走去，别去，我去去，别，你整个就儿子招，我跟你说他还拉线了，你看这个怎么样行不行？不怎么样啊，我这展示的不好，这都是满大街谁都会唱，您会唱不叫能耐，那怎么唱那个就您会的人少的那个，会的人少，哎，传统现在会的人不多，来传统的呀，传统也行啊，来一个呀，来不了，我没有乐器，你没有乐器，我这也行，没有，我给你带乐器了，你藏哪儿了？我没有没有，来乐队，没有上，还真有啊，嘿，我这怎么这搬椅子了吗？这不是，你看咱这乐队比他们强多了，怎么哪儿了？来来来来来，有谁来了？有请我们的德云小霹雳乐队。德云小霹雳是什么名儿？这是，你看看，哇，好家伙的，嗯，这都是咱们德云社的青年才俊，你给介绍一下啊？看见没有？这在左边啊，这吹笙的这位，吹笙的这位叫王鹤江，旁边穿蓝色大褂弹三弦这位叫周狗粮，周九良，你说清楚，周九良。这位吹笛子的叫陈九福，哎，你别鞠躬，你等一会儿吧。这位不用我过多介绍了，这是我的干弟弟，京剧神童陶阳陶云胜，好多都认识。你这把这么几位都请来，这什么意思？你看看，拿的都是民族乐器。嗯，你要真说来传统的，当面展示一下。传统的，哎，那太好了，行吧，就的这个机会啊，咱们是北京德云社，怎么着，扎根于北京，嗯，咱们就唱一个北京的剧种，什么叫北京曲剧？各位，就这是北京土生土长的剧种，行不行？来一回唱一这个，来一个，咱挑一个故事啊，嗯，就唱杨乃武与小白菜，这没有猪八戒吧？这是，这没有，没有啊，这跟《西游记》都不挨的，那我就放心了。这是清末四大奇宴之一，我知道。杨乃武与小白菜两个人是街坊，嗯，青梅竹马，嗯，但是最后呢没有走到一起。哎呦，小白菜嫁给了别人为妻，哎，可是后来有一个坏人把小白菜的丈夫给害死了，嗯，冤枉是杨乃武害死的。哦，到后来两个人纷纷入狱，嗯，狱中三载，马上转过天来。五更天开刀问斩，哎呀，这公园三更天两个人在狱中有一个最后的分别，这是整出戏最精华的部分。我知道，咱要唱，咱就唱这点，怎么样？这个真是老的，行不行？可以啊，好吧，啊，咱哥俩你能唱吗？可以，那咱俩分分角色，可以，好不好？嗯，那我来什么？我来杨乃武，那我来擎天柱，你来，不谁？你说还是这能是北京土生土长的这个意思吗？哦，不是，那我来谁的呀？你这小白菜儿啊！你拉倒吧！我小白菜是女的，我怎么能来她呢？我那怎么不行？我哥行不行？能演不能演？啊，我赶上贾玲那状态了，我。对，你有点那意思。行，好不好？啊，那你就小白菜。我来小白菜。你光这样不行。都不像。对，我是个男性，我可以这样。啊，你女性，你得打扮打扮。我怎么了？我也雕一花。你那不成的。啊，你呀，听我的，我给你出一主意啊。这没有道具。有没有什么别的东西？我找找。你起开起开，哪儿了？哎，我给你拿了一束辫子。你哪？行不行？不是，我头发不够长，就拿这找吧，是吗？对对对，你戴上这像个姑娘。这怎么来？来，您给我戴一个。我给你捯饬，这人不捯饬不好看。嗯，捯饬出来您再这么一看，哎，就好看了。还不如不捯饬呢，知道吗？西湖影配阳天，狗带铃的跑得欢。你看，好吧，行。哎，从这个掌声里边，我还看出来挺俊美的。俊，太俊美了，太俊美了，真的。哦，当时偶像小生了。哎呀，我就这个模样，杨乃武能看上我呀？啊，对对对，哦，没有办法，嗯，组织安排，来来来，这样啊，嗯，你现在是一个女性，我是个女性，但怎么能证明你是小白菜呢？嗯，还得找这么一个道具。小白菜怎么？我也准备了，
这特地为你准备好了。哎，白菜，这是大白菜呀！这把他抱的，这舞台表现要夸张啊！对对对，这就是这，你看离远了一看就知道小白菜了。对，哪怕你说后排的观众没看我们之前这节目，不知道我们要演什么，突然一看，哦，看看看，哎呦，这孙子拿小白菜，这是小白菜，就明白了。干嘛这孙子呀？就是评价你嘛。行。行不行？这还有虫子在上面，说明你甜啊！哦，说明小白菜甜啊！行，嗯，好不好？托塔小白菜，托塔小白菜，可以吗？可以。那如此这么办？没问题，咱就开始。咱乐队拖了点我，咱就唱这戏活。来，好不好？开始啊！来。嫂嫂，兄弟，我哥哥是怎么死的？那要问隔壁王妈妈。别吹了。怎么了？怎么回事？演什么呀？这是？你不武松潘金莲吗？谁告诉你的？您叫杨乃武与小白菜。那你叫我嫂子干嘛呀？这过去街坊之间比较封建，都得叫嫂嫂。哦，你叫我得叫杨少爷。您不是郭少爷吗？我这戏里头叫杨乃武啊。您叫我嫂嫂，我叫您杨少爷。杨少爷啊，紧接我得问您一句话。啊，怎么着？我说什么时分了？嗯，你告诉我。三更天了，哎呦，这什么意思？惨啊！五更天我就杀头了。嗯，三更天咱得把心里话说一说。哦，我听完，我一高兴，我一着急，我一低唱，咱们俩对唱有一个太平年。哦，紧接着是你自己一个人展示的窃快书。窃快书我熟啊。哎，但你前面那太平年那我词儿不熟啊。对唱太平你不行啊。我不熟啊，没关系啊。咱们这个后台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嗯，好比说谁在台上要忘词儿了，嗯，你就冲旁边的演员努嘴儿。努嘴儿，你冲我一努嘴，哎，我就明白了。我说哦，你忘了，我赶紧就给你接过来。哦，也成，行吗？你要忘了，我还提醒你呢。对，来，好，那咱开始，来，咱准备开始了啊。嫂嫂，杨少爷。现在是什么时分了？三更天了。别！你要跟我接吻是怎么着的？干嘛？行，怪恶心，干嘛呀你这？你不说冲你努嘴吗？第一句是我唱，你努什么嘴啊？嗨，我说我不熟嘛。你不会的，你在努嘴。哦，这是没我的状态。多新鲜！后边才是我。后边是你。来，开始。嫂嫂，杨少爷，现在是。什么时分了？三更天了。啊，三更天了。三更鼓夜已凉，万籁无声，鬼气茫茫。为得功名，我的身先丧。难离难舍，难转家乡。万箭穿心，痛把人伤，隐瞒真情啊，躲躲藏藏。就便是最后关头生存无望，我也要吃赃官
托强梁，诉真情大上苍，纵然我阴死也明善良。背屈含冤三载时光，受尽了酷刑啊，我遍体鳞伤，到如今回家杀身声名丧，是可惨伯法娘，空倚门痛断肠，儿丧父泪沾裳，妻丧父受凄凉，抛解输赢告黄状，滚钉般刑不堂，民告官罪长，我那一家大小见阎王，我那亲娘，我要找我爸爸。回来吧，快来啊！那个，在这个台上，其实他来的时候，我说了，我说你21了啊，长大了，是一个成年人了。这个舞台是爸爸送给你的一份成年礼啊。今天我还特意给你准备了一个小礼物啊，来，把我的车推上来，嗯。怎么？您给我买个车？嘿，来，快来啊！因为我跟郭麒麟之间，我们什么都过啊，也有交情，有感情，但是我们不过钱啊。我过生日他没给我送过东西啊，他过生日我也没给他买过东西，我们也是亲父子明算账啊，拿钱不当钱，那你当命。我给你准备了一把扇子，哎呦啊，这值，这是准备卖给别人，他们不要啊，卖给我了，拿着啊，这是慌慌张张没来得及，时间就写了两个字啊，憨豆，谨慎。台下做人要谨慎，台上做艺要谨慎啊！那个不要把这行看得那么简单，还年轻，再往前走，还有很多荆棘丛中在等着你啊！把谨慎两字刻在心上。您放心，这是你一辈子最值钱的两个字，你记住了，挣多少钱都是假的，把这俩字记住了，一切都会特别好，好吗，儿子？好嘞，你努力吧啊！得嘞，得嘞。哎呀。现在此时此刻郭麒麟有什么感悟没有吗？感悟啊，就是到现在终于一块石头落了地了。嗯，可演完了是吧？啊，这12期经历到现在，嗯，迎来了很多新朋友，嗯，也送走了很多的老朋友。嗯，说到底总有一些，就包括我们导演呀，或者身边的朋友总在问，嗯，你通过这个节目你到底收获了什么呢？嗯，我觉得我收获的就是一大帮朋友。嗯，能和比如说远叔、文松哥、小斐姐，嗯，或者说子栋哥、才伦哥，这些我特别敬重的喜剧人在一起，嗯，同台竞技，我觉得对我来说就足够了。嗯，并不需要最后我勇夺桂冠，我拿个第几名，没有用，没有意义。我展示出我自己应该有的状态和水平，拿出来我认为是喜剧的东西就够了。这倒也是，我想起来，想当年我唯一的一次参赛，相声大赛，对，我记得。好像贾玲他们、宋明他们拿第一、拿第二，我好像拿了一个第三，哦，然后若干年后呢，由于跟制作单位熟了，制作单位给我补了一个组委会特别奖，
我说你们这玩意实在是太儿戏了啊，想怎样就怎样。我说我们更重视的是观众，对，金杯银杯不如观众的口碑啊。你想一个奖杯它有价儿是吧，它就纯黄金做的它也是按克来算的呀啊，但是观众口中的这个标准那是无价的啊，还年轻，好好努力啊。 好吧，好嘞，贺翔你们大伙儿都辛苦了，谢谢各位。嗯，接下来到了表决的环节了，我很为难，一个是我亲儿子，一个是张小斐啊，他说是他亲姐姐，我也不知怎么拎的，这是手心手背都是肉，淘汰谁我都难受，但是结果如何我说了不算，现场的各位全靠你们了。我们接下来有请两组喜剧人站到表决区，现场的所有的大众评审，你们手中都有一个投票器，支持张小斐请摁一，支持郭麒麟请摁二，你们的选择将决定谁将离喜剧之王更进一步，各位一定要想清楚，我倒数三秒，三二一，投票开始。好，我们最终的投票结果已经计算出来了，到底是谁胜出呢？请看大屏幕。得了啊，站这儿来，站这儿来。很遗憾，郭麒麟、阎鹤祥要止步喜剧之王了啊！太遗憾了。走到这儿呢，也不能说遗憾。对，十二期每一期都在台上，对你来说已经就算是胜利了。此时此刻就要离开我们这儿了。也感谢你们给大家留下很多美好的瞬间。有什么要说的话，跟大伙儿聊一聊，好不好？好嘞。嗯。来到这个节目这么多期吧，说心里话。您可以看我的十二期的每一个节目每一个作品，我不敢说我的水平我的能力有多高，但每一个肯定都是我用心去做的。这里头有对口相声，有群口相声，也有相声剧，可能群口相声和相声剧呢是为了适应现在大众的口味啊，我们要搞一些个热闹的大家喜欢的东西，但是真正的像我们哥俩表演的一共有六段对口相声，这是我们哥俩打小到大一直以来的追求，一直以来的愿望，希望传统相声在这个并不被看好的时代还能够坚强顽强地存活下去。我不在乎到最后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我本身因为我这个身份问题，这个我父亲为我挡了太多的风和雨，但是我还是希望我能够把我内心所虚妄的所喜爱的这种艺术这种传统相声来带给大家。谢谢。谢谢。好了，谢谢大家，多说无益，没错，好好做艺，好好做人，听您的，好吧。也感谢你们在这个舞台上给观众带来的笑声，去跟你的观众道别吧，快去。好了，姐，我唱红豆特别好听，行了行了，你也听不回啊。随后就到，拜拜。人太可疑了，姐姐。
掌声啊就能看出来。我们的节目已经表演完了。其实哎，好，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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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你说的是谁？哎，谢谢谢谢。燕子燕子，你看、哦、燕子。哎，我哥不能提这个，你知道吗？没有你我怎么活呀、啊？他有了你，他怎么活呀、啊？哎哎哎，谢谢您，谢谢您。哎，好了，我们感受到大家的热情了。对对对，现在我们节目开始，好不好？咱们还有节目呢。当然了，好，感谢大伙儿特别的热情。嗯，你看，要先唱个五环。关键这地儿在六环外边啊。对，一会儿我单独给你唱啊。哎呦我的妈呀，哦，他陪你唱，他陪你唱，我像个传 BB 机的，你看没有？是吧？好了，我们这个节目没有五环。嗯，传得好，传得好，观众很欢迎啊。哎，观众就纳闷怎么一会儿你跟我走好不好？不好吧，你要乐意现在就带他走。对对对，这个家伙又回来了啊。哪个家伙呀？上期不来一回啊？那是很早以前的事情了。嗯，特别感谢我哥能够再一次跟我们一块儿出现在《欢乐喜剧人》第三季的舞台上，倾情助演，真的差点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没有没有没有，见不到该多好啊！啊，对，那不能这么说，一哥就是你了。不至于，我们不抢这个。现在你们俩这嘴这么快了吗？没有没有，我们这个节目锻炼人啊，给观众起哄留时间。这个说实在话啊，这个到现在已经第十一期了。是，其实这么多期走下来，我觉得我和之前有很大的改变。您发现了吗？没有，就是进步了吗？还是啊？之前也这样，之前也这样，是吧？长个了啊？那么长个了就是看差了，长个了就破案了，你知道吗？是这个样子。您给说说您改变在哪儿？这么长时间，其实我没有把全部的精力都放在这个比赛上，真的。我和他们其他，你看远叔啊，什么文松哥，跟他们不一样，我。还是把大部分这个重心啊放在学习上。哦，不是撩妹上。嗯，不不，这我相信啊。哎，郭麒麟就是一个爱学习的孩子。哎，你看看，这要不这是我亲哥哥呢。因为你就没学习过，你知道吗？我也学习了。哦。因为最近我这段时间在准备什么呢？啊，准备我的这个毕业论文，真的。可以了，可以了。因为，这就是你夸的。捧你两句。你妈，你心里开心就得了。你要戳我眼睛是怎么着？还不要脸了还？谁什么脏东西了？不要脸还不要得过你？你这是你说这话？我真的在准备毕业论文。你不退学了？你准备什么毕业论文？对呀，初中也有毕业论文。去你的！大学，大学。又，大。你烫着了是怎么着的？不是，你大学。出国留学知道吗？还留学？留学，哪儿？哪儿？美国，美国又来了。您上美国不开演唱会去了吗？我这美国好多事儿都从那儿去，你知道吗？美国我可知道啊。对呀、啊，美国大学我都知道。你都知道？哎，那说说俩，你说你哎，你说你上什么学？我上什么学啊？美国，我以为你要说什么呢？啊，什么学校？美国有一个布鲁弗莱大学，我就在那儿学习这个挖掘机专业。因为这个，那毕竟他这种高精尖的技术呢，哪有个布鲁弗莱大学？有没有朋友们？你看。我怎么不知道啊？你看看多新鲜，你能知道吗？你说那蓝翔技校那是 ，Blue Fly 吗？你学烹饪没有？烹饪得到 New East。什么乱七八糟的？我刚学完呀、啊。你拉倒吧你！怎么？我有学问，你不认可？你有什么学问？我听听。我就这学问，我就刚留学回来嘛。这个。多新鲜！你还不如我岳哥呢，我告诉你。你歇了吧，你快歇了。真是的，你怎么？我半天不说话，你就得了。嗯。你说不出来。我刚毕业，知道吗？让他玩去了，他初二，你是六年级，你，他还不及我，你才六年级呢，多的刚毕业呀，我刚大学毕业，怎么了？他也不可，这俩人啊一块受了辐射，你知道吗？您怎么了？那是因为挨着你这辐射源，我问岳云鹏啊，你大学毕业怎么了？哎，你给观众讲讲你哪大学毕业？什么庞各庄大学都过去了，哦，那不养西瓜，那就辞退了。你嘀咕什么呀？怎么呀你？你甭跟我说，你请我吃饭，我也得问你这个。说，清华。这都是我的同学。行行行行，
哎，别喊我，咬真着了。哪儿毕业的？我听听。行吗？骂街不行啊，哥，是吧？什么？什么意思？你这说清楚，咬真着了。清华怎么了？你再毙了我，弄死我！就是清华。就他这样才应该接那个艺术的泔水去。那是那是你的客人，那是啊，你清华池的吧？你是澡堂子啊？我搓死你！我哎，对，就这一个学院嘛，你是那搓戏毕业的是吧？你才搓戏呢！你说你会什么？对，你也甭说他，你像那捏戏的，我跟你说。凭什么？会什么？我会的多了。清华。对了，你来，最近在研究中国的文学。中国的文学，中国的文字，现在文字大家都在研究。对了，我研究的文字，大伙儿都没有研究过。那是一些生僻字。别让我问住了，哇，你不一定认识。来来来，就这么一横，念什么？嗯，哟，你看，就这么一横，念什么？横念了，这都什么学？您的同学都知道，念一呀。对了，哎，天才啊！这就天才啊，答对了，念一。早知我抢答了，早知道。新华字典上啊，这个一只有一个音，一一一，对不对？啊、一一一一。你看，可是生活当中用到三个音，就这一个字，怎么会呢？会有吗？就这么神奇。你给我们讲讲，你听听。这一横啊，念什么？一一啊，一共几声？我先问你，四声啊，一声平。啊、二声二声阳，二声行，三声拐弯，四声降、啊、对不对？四声，这应该学前班学的，这个一，这是一声啊，一好，这是几个？一个呀，一个，这是几声？二声一一一个啊，我这个大褂这个钱买的，一块钱，一百块钱，一百块啊，一百块几声？四声，一共一个字用到三个音，神奇不神奇？你瞧，我哥还真研究出不少好东西。这是清华教的啊，啊，这真好啊。那我就问问你，学这有什么用啊？就是消磨时间呗，就是。这叫什么学问？这清华教的都这么恶心，这是跟你开玩笑。您有那真格的呀？研究中国的文字啊？什么？不知道大伙儿发现没有啊？什么？中国的文字有的合情合理，有的不合情不合理。谁说的？汉字都很合情合理。您说说，汉字谁造的？仓颉呀，仓颉，仓颉，仓老师怎么那么大能耐？仓老师怎么那么大能耐？你说清楚了，就跟你们都认识似的啊。仓颉造字，圣人留书，别胡说啊！这是劳动人民留下来的成果。这话也对。咱先说这个合理的字啊，啊，上面一个小，底下一个大，念什么？嘿，你看，对了，都是大学毕业。答对了，上面小，底下大，尖尖，合情合理。合理。一个三点水，一个少，念什么？沙沙，水少了，沙子呈现出来了，对不对？合情合理。但是有的字不合情不合理。怎么会呢？譬如，嗯。我先问问这个字啊，嗯，我听听，左边一个人，右边一个人，底下一横，念什么？丛啊，又答对了，丛林的丛啊，丛林，没有办法解释它为什么叫丛，我认为这个字不合理，怎么不合理？它不应该念丛，应该，你想啊，这个字左边一个人，右边一个人，底下一横，这个字应该念，抗。谢谢，还谢谢呢。这是个多音字，也念床。这，你怎么不念榻榻米呢？你怎么不念？就这学问呀、啊？什么乱七八糟的？反正就是舒服。这不是什么能耐，这不真不是什么能耐，哥。怎么了？清华就教出这个来了？不像话呀！照我们那布鲁夫来差远了。来，布鲁夫来给展示一个。真是的啊！我在布鲁夫来虽然主修是挖掘机啊，嗯，但是辅修是汉字。哦，那就是挖掘机的说明书呢。哎，对，你得看吧。嗯，你干嘛？你有病？这是挖掘机？干嘛呢？你这跟我那炕差远了，你知道吧？
咱在炕上，咱不就得这样？行，可以了，可以了。啊，来，您说，您这挖掘机啊？我挖掘机干嘛？我学汉字。哦，汉字。汉字我有研究。嗯，考考你啊。啊。问你几个字儿，你都认识不认识？可以呀、啊。好吗？啊。你看这个。嗯。这是一杆笔啊。嗯。看啊，一横，这咱念什么？来，你跟你哥站一块儿来。你们俩人遗传是怎么着的？念一。我们俩能遗传什么？什么玩意儿？他说完了吗？念什么？一，对，咱这会儿念一啊。啊，先念一。对啊，上面加一横，念什么？二啊。二，回答上来了。啊，底下加一横，念什么？三啊。呵，你瞧，难不住你们了。啊，在中间加一竖，上下不出头，念什么？王啊，这是个抢答题、啊。谁说的风啊，朋友们？这么不注意听讲呢、嗯、上下不出头，王哈是吧，王王、啊、哎，左右两边各一竖，把这王封死了，都知道甜啊甜。听着，接下来问题来了啊，刚才全是条件，你别说了啊，我来看看我的思维怎么样、啊、你看他怎么样、啊、来成看看我哥脑子怎么样啊、嗯、听这个甜啊，甜字上面出头念什么？甜上头。甜上头，甜鼠那是。由来的由来的由啊，甜上面不出头，下边出头念什么？说了让我说呢，夹。嗯，没人提醒啊，人家说好，你看吧、嗯、听着啊，甜上下都出头念什么？请。申申请的请，申请的申请的申没什么学问啊，听这个甜上下都不出头，左边出头念什么？来，我的天哪，这我不知道了，不知道了，在你那炕上转过来告诉我来啊！我这我不知道什么玩意儿，这就不知道了，你知道吗？我也不知道。你这叫刁的人，知道吗？都不知道吧？就没这字儿，没这字儿，哪有这么一字儿啊？怎么？我告诉你，有这字儿，而且这字儿还念三个音。没听说。没念三个音的字啊？汉字哪有念三个音的？怎么没有？我说一说一字儿就念三个音啊？两个 V 念什么？二 V。二 V 干什么呀？两个 V。W。W。哎，一个字念三个 W， 你看是不是？三个音，对吧？你看。X， 你看是吧？这都念三个音。W 是吗？哎 ，W 是汉字吗？对呀、啊，你外国能有这三个音的字，咱中国凭什么就没有啊？行，那我们不知道。咱甭管他那，你把你这给我念出来。对，那你说、啊、你这念什么？来，你说这，我听听。来，把你说这来，你来啊，来说，来说你说来，急死我。来，哎，咱大伙别乐，你就看这俩人这德行。这是向人虚心请教问题的态度吗？你不知道 W 来，你说你这左手来、啊、来，说说呀，说呀，你自己不明白，你向别人讨教，你就一直这样的啊？你跟我爸爸、你们师傅郭老师，你也这么请教，刚子？相声说的不错呀，来说说说说说。说踹死你们俩，咱们中国是礼仪之邦啊，对不对啊？未曾学艺先学礼，礼多人不怪啊，授人一字便为师，你跟我学这么大能耐，你跟我尊敬一下，客气客气怎么了？你说客气客气不就完了吗？对不对？怎么客气、啊、怎么个鞠躬啊？上台你知道给观众鞠躬，不知道给我鞠躬啊？鞠躬了，对吧？你再者说了，在中国这个国家，你干什么你不得跟人礼貌啊，对不对？你出去问个道还得跟人客气呢。劳驾，火葬场怎么走啊？都上那儿干嘛去了？我到这儿干嘛去啊？给你们俩回回炉，治治这嘴。您这那么多话，您就说，您说鞠躬不就完了？您说替火葬场干嘛呀？泱泱想要鞠躬，咱们看就给他鞠躬就完了。鞠个怎么了？大不了你，小不了我的。鞠躬了。鞠躬嘛，对不对？我不是在座有没有大夫啊？他们俩是不是脊椎有问题啊？他们俩是不是？你这弯不下来是怎么着？猪尾巴吃多了，你这个鞠躬可不就这么鞠吗？再者说，你们俩能不能乐着点啊？
还得乐着点，多新鲜，还得乐着点，乐着点啊！来来，乐着。你要咬我呀？是怎么着的呀？不是，怎么着？看着多可爱，我们不是，这尊敬不等于弱智，是不是？你们俩，你们俩得态度，你们严肃一点，好不好？还得严肃一点，这躬居深一点，让我感觉出来你们很尊敬我。行行行，好吧，鞠躬严肃点，不许乐啊，我多鞠俩啊。走吧，来来来来来来来，我还没跟家属握手呢。行了行了行了，你到底说不说那么多废话？这么麻烦干嘛你？不就一起告别吗？这不是，行行行，就是客气点，不完微笑鞠躬，好吧？鞠躬不就完了吗？真是的。这字念什么？来来来啊，向我请教这个问题，教给你们啊。哎，别看你们跟不跟我客气，我得把这知识教给你们。对呀，哎，我你们不就问这个田字儿？上下不出头，左边出头，这字三个音念什么吗？念什么？苍蝇拍，出去。苍蝇拍。什么？我没有听懂是什么？你还没听懂？苍蝇拍。哎呀！我拍死你！我拍死你！比你那炕好多了。行行行行行，别提他那炕了。你那我问你，上下不出头，左边不出头，右边出头念什么？这我不知道，也念苍蝇拍。哎呀，行吧，你们俩没吃药吧？哎呀，我们两个大文豪。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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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大文豪呢？大文豪啊，这么着吧啊，你也甭说你是布鲁弗莱毕业的啊，你也别说你是清华池毕业的啊。我没说清华池，咱现场哎做一回文字游戏，看看二位这文学功底怎么样？太好了，行吧，比比文化，来一回啊，比比内涵，还内涵，迫不及待，走着走着，哎，还有丝袜子，你是怎么着？来啊，这个游戏的名字叫四字连音，没听说过。我介绍一下规则，听您的。每个人咱们说这么四句话，要求每句话是四个字儿，头三句话要求说一个小故事，最后这句话总结头三句话。要求是最后这句话这四个字儿合辙押韵，要纯音都是纯音，要齿音都是齿音，敢来吗？哦，明白了没有？我就猜是这句，我没有听懂啊。你这智商你也听不懂，那怎么办啊？你再说一万遍。哎，再说一万遍。我说一万遍，天都亮了。我没有听懂怎么办？没关系，我给二位举一个例子。哎，那我举一花生。那我举一蚕豆，我撂下。你脑袋长得跟蚕豆似的，你。确实挺。举一个例子，就是我做一个示范。好 ，example。你们照着我这来。好。还会英语，你看看。哦。什么示范是什么意思？啊，就是 example。来啊，我说一个啊。听我这头一句，四个字南来一雁。什么意思？解释。你看啊。嗯。大雁是候鸟哦，啊，开春以后从南方往北方飞，这叫南来一雁。大雁，燕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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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燕子我不能吃，我活不下去。行行行行，我现在就坐在出租车上了。行行行行行行行，过来吧，过来吧，过来吧啊！没有那个啊，没有那，不是那个。南来一雁，南来一雁。好，第二句，第二句，眼内柔颜。什么叫揉盐啊？大雁的眼睛让那个盐粒子给揉进去了。哎呦，眼内揉盐，大雁上哪儿去了？你管它上哪儿去了呢？它为什么进盐了呢？就是让盐把眼睛给揉了。哎呦，扎海里了可能。对了。哦，太狠了这个。第三句啊，啊，疼痛难忍，这什么意思？你看疼啊，多新鲜呀！啊，疼痛难忍。哎呀，有你你不疼啊？啊，四字啊，四字连音，四字连音，最后这句，听您这句，这叫言言艳眼。这
是学问，黑文化啊！哎，你这意思比我那炕强一些啊？这强多了，你比我那个苍蝇拍还差一点。废话，苍蝇拍，哎，来，这个是怎么炎炎炎炎？炎炎炎炎，四字连音。炎把这大雁的眼睛给淹了。不用解释，我听懂了啊。淹了是迷了。听我的啊，我叫月月。我是我知道都知道，你说您这四字连音。四字连音第一句就是我叫月月。好，一看就是清华，清华毕业的这。第一句是我叫月月。对六对六。第二句呢？搭档孙月。哦，这个都知道，搭档孙月。大胖子。嗯，搭档。第三句，吃自助餐。嘿。那最后一句。好。月月月月。这诗听那么恶心的，这个月呢是我们河南的一个方言，那个翻译一下呢就是吐的意思啊，月月吐了孙月一身，月月月月。这还是得打卤囊啊，这个哦，我叫月月，对，搭档孙月，哎，吃自助餐，哎，月月月月。是那么缺德的，怎么听着？好，好，好，还好呢，还文学性很强。来来来，布鲁夫来的吧，听我这个啊，来来来，咱这比他那就得强，是不像话的，这是吧？我来点，月月，哎，可以了，可以了啊！我现在就快月了啊，听这个啊，都怀孕了你。嗯，谁干？第一句啊，我，看我啊，四字连音，四字连音啊，你的好词啊，不能跟他那似的啊，多新鲜呀！气壮山河得豪迈一点，那文学性非常强啊。头一句较高的学习价值，第一句啊。月月一果，你这不还是他这个吗？哎，对了，我这事儿就在他发生这之后。什么玩意儿？这什么叫月月一果呀？他自助餐他不吃多了吗？啊，吐了孙月一身。我路过一看，哟，吐的东西可真不少。哦，他吐了一个大苹果。您这多憨的嗓子眼儿啊！真的啊。我这什么嗓子眼吐出一苹果，一整个一整个，哦，都看不见牙印的那种，你知道吧？您是白雪公主啊，您是？哎，孙月亲了你一口吧？那搁我也吐，哎，对，月月一果，月月一果，吐出一苹果来。第二句啊，我呢路过，嘿，你这比他那个不水。哎，那当然了。第三句，别糟践了。最后一句，国过国果。什么意思呢？哎，你看看，这我得解释。你们哪儿听出好来了？这个，岳云鹏吃多了，吃一大苹果，一吐把这大苹果吐出来了。啊，我路过一看，我说：“嘿，好家伙，这挺好，这没嚼我这个。”啊，哎，郭麒麟过去把这苹果捡起来，裹在我怀里，郭过果果，怎么样？啊，好个屁呀！月月，哎，郭过果果，哎，怎么样？比你那强是不是？我是没带着刀，没带着刀啊！带着刀我囊死你们俩！我这什么玩意儿？这叫怎么样？这我师哥，这是啊，这是我们少班主。是是是，这不行，代表了现在德云社的水平。去你的吧！换一个，我都不好意思说这话。换一个怎么样？好，还换一个，咱找一别的。刚才那不行，这回真见本事了。哎呦，咱找一个啊，这个游戏叫找五子。什么叫找五子？你看这歌好玩了啊！听您的。从现在开始啊，咱们仨人每人给自己重新起一个名字。哦，好好好，我也不叫阎鹤祥了，你也不叫岳云鹏了，你也不叫神经病了。我从现在，我怎么我是神经病了？我你叫苍蝇拍。哎，苍蝇拍，苍蝇拍。你也不叫郭麒麟了。好，每个人重新起一个名字。好，要求这名字里边带一个子字。哦，带子。好，起完这名字不算啊，啊，一拍胸口，横打鼻梁，报自个儿的名字。嗯，报完以后，所有观众鼓掌、欢呼、呐喊，认可了，这才算通过，这才行。对了，嚯，完了以后再找出一样东西，这样东西的名字要求带一个子字儿，在这个带子字的东西上找出五个部位，也都带子字儿，这叫找五子。太难，怎么样？你们玩儿吧，别。哥啊，哎，没有你那炕上不好玩，这可太难了。咱们玩什么呀？来、啊、这您这么大明星，这不敢来？不敢。您这好清华的，对呀、啊。一说我明星，我就高兴。长得像杨洋了。来，还我先来啊！还我先来啊！咱先起名字啊！咱先起名字。先起名字。带一子字名字啊！好。我叫一个英俊的男子。
你先滚吧，滚走。你看，你看，你看看观众，怎么了？不行，不行，英俊的男子，这符合你现在的人物形象吗？这怎么很符合不符合？换一个，换一个。哎哎，怎么都不顺着我说呢？你撂蹶子干？没人拦着你，尴尬不尴尬？就是，这倒是，也就我们哥俩关系好。换一个，换一个。那我叫什么呢？我这不合适，我叫你叫哎哎，你叫大傻子。好吗？好，好、啊。我看谁喊好了，刚才。有这么精神的大傻子吗？有。十一期了，终于把我心里话说出来了，你知道吗？就是大傻子。好，大傻子。该我了啊！该你。我叫吴彦祖子。啊！你快阻止他！你呢，你？吴秀波子。行了。易烊千玺子。哎呀，得了！不行！像话吗？这不好听，这。你呀，听我的啊，你叫二愣子。哎，二愣子岳云鹏。二愣子，行，对呀，行，来，观众开心就行啊。该你了，该我了，嗯，等于说我叫什么呢？我叫 TFBOYS。哎，好了，那我还是易烊千玺子。哎，那是，那你叫什么？我是王俊凯子。那是王源子，我是。哎，跟着我左手，右手一个慢动作。别来，你别。咱们仨哥该挨枪毙了，咱们都。就你要脸不要脸？我换一个，换一个。您啊，我叫什么？别胡起了。哎，我咋给你起的？你叫？根据你这个遗传，你这个血统啊，你应该叫三孙子。啊！不是，哎，我这血统，我们家辈儿辈儿出这个是怎么样？不是，没有，这他背后告诉我的。哦，他背后人说了吗？人家三孙子怎么样，各位？观众认可啊，可以，开始了，开始了，一般胸口横打鼻梁，你们得认可啊，不认可这过不去啊。好，先报名啊，听你的，我来啊。你怎么？我叫什么来着？还真像，大傻子，你观众都知道。我哎，大傻子。可以啊，我这底气还真足。好，通过了。找一东西啊，我这儿有一个扇子。可以，哎，这上面带子。找出五个部位啊，我给你算。你看这扇子啊，有扇边子、一子、扇面子、两子、扇骨子、三子、扇肘子，还差一子。哎，这是一口子，大口子。这是我们家买的。行，大回头给买一个，我再给买一个，不值钱啊。行了，我这过去了，气死我了。还可以啊，该您了，听我的。嗯，我吴彦祖子。你就啊，混不过去。我二愣子。你要你们要鼓掌，人他就过去了，不鼓掌还多抱呢。我穿了一件衣服子。什么叫衣服子？这不是人话子，像人话吗？大褂子。好，哎，这对了，找出五个部位啊。哎，嗯，我这有个领子，一子了。这有个袖子，两子了。这有个扣子，三子了。扣子还是一个盼子，还差一子。我这里边啊还有一个兜子。嘿好，这裤兜子也算这个三孙子。哎，看这个。哎，不是你们要不鼓掌的一直抱我，你知道吧？来，哎，我这是朋友们，咱都照顾我。哎，没有，不会这样的啊！来了啊，我，不行，看不见，说清楚了，听清楚了吗？这不行。来啊，咱喝出去了啊！我三孙子。你看，没认可呀，跟着没鼓掌。没人欢呼，你这人都鼓了。没有，这没有我们俩厉害。不认可，来啊！我三孙子。观众不认可。哎，大林，你再加个遗传。具体的。不认可。我三孙子。我谢谢各位了，好，通过了啊。
太难了。找一东西啊。开始了啊。嗯。我有一个家。家不行，我家没有子。我家我的家是一个房子。好，好吧。找五个啊。找五子啊。我有一个媳妇儿，这没有子，她是我的媳妇子，对，不是不是，她是我的，她叫燕子。哎呦呦，燕子！哎呦你我好，我求求你别再招他了，行不行？不是不是不是，做些病了，咱从头来啊，怎么着？哎，不从报名来啊？啊，我就这样。我有一个房子，找五个，找五个啊。嗯，我有一个妻子，一子了，她是一个女子，两子了，给我生了两个儿子，还差两子，一个叫大傻子，一个叫二愣子。我去。快回来吧，快回来！我这个，这个今天这场很重要，因为离着我们的总决赛还有一步之遥啊。好吧，郭麒麟还有什么要说的，跟大伙儿念叨念叨吧。行，嗯，这个今天在场的这么多位观众，我得说说心里话。嗯，其实演了这么多期啊，您可以发现，只要是对口相声，嗯，就我跟阎鹤祥的，我们都是愿意去追求传统。对，相声的表现形式有很多种。如果说没有我师哥岳云鹏，可能到现在相声市场也没有这么特别的火爆。你听着捧你了啊，真的真的，因为我哥是新相声的代表人物。哦，啊，新相声，新相声，哎，新锐相声。哦，现在观众都特别喜欢这种相声。嗯，但是我呢，因为打小生长在天津这么一个环境下，嗯，打小听传统相声长大的，嗯，所以说到现在呢，我更愿意去继承传统。嗯，可能说现在效果不是那么的火爆。嗯，您可以觉得郭麒麟说的不可乐，但我告诉您，这是我追求的传统。嗯，谢谢大家。人各有志，不可强求。嗯，每一个演员的表现风格和艺术手段是不一样的啊。你兄弟的意思就是说你这贱一点，就是啊。啊，你觉得他说这个你认可吗？说得非常好。这个人呢，他都不一样，对说相声的时候，有的追求这个，有的追求那个。我当时追求的方向比较迷茫，说实话，我问过我师傅，我是应该怎么办？当时我这种表演风格很不吃香，我问我师傅，我师傅说怎么办？我师傅跟我说了一句话，我师傅说先吃饭再说。嗯，然后我就记在心里了，对我来说帮助特别大。我师傅如果说让我，回到以前的那种表演方式，可能没有现在的这个就跟影视剧演员是一样的。如果个顶个浓眉大眼的都是演小生的，你那些个地痞流氓的活谁演呢？是不是？他一定是一个猴一个栓法，每个人有一不一样的表现形式。是是。走到今天，观众喜欢了，说明岳云鹏的选择的方法是对的啊。嗯，就是你们各自按照自己的特点走自己的道，只要观众喜欢，相声能好比什么都强。好吧，好，谢谢所有朋友们对我们的支持，谢谢谢谢。谢谢，好，稍事休息。谢谢谢谢。谢谢大伙儿，谢谢大伙儿，感谢大伙儿这么热情的掌声鼓励。哎，这回呢，我和我搭档阎鹤祥，嗯，我们哥俩上来继续为大家奉献一段相声。你看看，其实相声啊，就是传统与现代的结合。没错，有的时候要放这么一张桌子，嗯，有的时候也可以不放。那当然了，本身表演就是听我们说话。哦，其实说实在话啊，今天我哥能来这个节目，嗯，说明一件什么事儿？哦，说明什么呀？说明他那个假腿做好了，知道吧？没桌子就为展示假腿，对，他原来他是跟这儿是摊着的，原来是。您说这有孙悦，这回行了啊！而且哥还有一个好事儿，什么呀？你知道为什么让你上这个节目吗？您告诉我呀。说明咱们德云社要开始捧你。
不，现在力捧的是您啊。啊，不不不，哥，捧你。我开始捧我了。这回这一季喜剧人完了之后，你就火了。是吗？火遍大江南北啊。那行，那行，可以吗？不是，那你告诉我，这回给你爸交多少钱？这回。没意思，这人说话没意思啊！我们什么时候找徒弟要过钱？那我们家房子没了呢。那我管不了啊！这回不要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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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你看我师傅不要钱，你多新鲜！我问你啊，啊，一句话问你个哑口无言啊！上一季，岳云鹏到这儿参赛，对不对？对呀、啊，他没给我爸一分钱，对他拉了一胜给你爸了。我爸爸要那么些肾干什么呀？三肾人是不是？没必要，没必要。哦、就这回是，哎，也不要钱。这回就打算捧你了，也不拉我肾，多新鲜！人家岳云鹏火挺好，你不用捧我、啊。什么叫不用捧你、啊？岳云鹏不错、啊。上一季我们要不捧他，他能出来吗？人自身条件就很好了。有什么条件？哎，我跟你说。这一季含金量非常高啊！对呀、啊，上一季完完全全就是黑幕，知道吗？那都是运作的，知道吗？你这叫坑爹！我那都运作的，我爸给东方台拉了一肾，行，我师傅不禁拉，我跟你说，这不岳云鹏那有一个吗？您这属于嫉妒人岳云鹏，我嫉妒什么呀？人岳云鹏现在全国公认，人相声说的特别好。他相声说得好，对呀、啊，你逗谁呢？怎么了？你说他会什么？咱先说啊，岳云鹏说相声他会什么？人家说学逗唱，往台上，咱不提，他不会说学逗唱，他不会说学逗唱。往台上一站，岳云鹏的基本功啊，就是，我的天哪，这么神奇吗？就这个吧。就这个吧，耍贱卖萌是吗？这看得出来什么呀？说明岳云鹏智商等于零，甭等，智商小于零。任何一个智商正常的人类都做不出这样的动作来，对不对？没脑子。您就这么说人家啊？好，相声咱们说，人岳云鹏现在啊，人涉猎影视，拍了好多电影，拍了好多节目，演技特别好。你快别瞎说。还演技好，演技特别差，啊、演的什么呀？是好多那个人物深入人心啊！全世界。对呀、啊，就那猪头啊，人柳岩坐在车上面，燕子，燕子，这个是吧？不是，就这个和那，这是一样的人物，你知道吗？哦，演技特别差。他不是表演一个弱智，他就是那个，你知道吧？对不对？没有演技呀、啊。那您要那么说呀、啊嗯，就说您刚才这特点，人岳云鹏小伙子长得可爱，你是不是疯了？你这是不是？好多人都说喜欢岳云鹏。岳云鹏是不是把那个肾给你了？是怎么着？你这么替他说吧。咱德云社有多少肾刀腾的来回用啊？他长得好看，长得好看啊，就那模样啊，脸那么大，对呀、啊，一句话形容，脸大像个囊。打鲁囊知道吗？长得特别寒碜。你呀、啊，我告诉你，郭麒麟，你也就背着人家。怎么？人岳云鹏来了，你敢说这话吗？他当我面，我照样骂他呀。我怕他。多着人家。你呀、啊，人来了，你就不敢那么说。不可能。拉倒。你让他来。当然，你得背人一面。哥，有句老话说猪头猪头就到，你看没有？哎呦我的妈呀，我从这儿路过啊，各位，我从这儿路过，我就听有人骂我，怎么意思啊？大林，没有哥，你怎么了？我膨胀了？哪儿敢去？开心了？哦，没有没有没有，说谁呢？说谁呢？没有啊，
我谁也没说呀，你们听见我说谁了吗？你听见了吗？你真听见了吗？你听，就你长得美。智商等于零，说谁呢？怎么意思啊？你啊，哥，我小啊啊！小鱼玲，我天哪！肾疼，哎呀！哎哥，哥，你怎么了？小鱼玲，你。不，观众逗你玩呢，我什么意思呀？我没说你智商小于零，那你说的是？我说咱们德云社呀，没你就不行。那这我信啊，对这我信，没我就不行。对对哎，对了对了，没你不行，哎、说相声说的太好了，对那演技特别差是什么意思？啊，我演的多好啊，燕子、哎、没你我活不下去啊，燕子演的多好。不是啊，没明白啊哥，不是不是说你演技特别差，那你说的是？我说你发展空间大。对，你想啊，你想你现在不光说相声，你还能拍戏。你拍戏你想拍什么煎饼侠，全世界哪个票房不过5亿8亿的，对不对？嗯，你哎，你看他拍的电影哪部过1000万了，你看没有？你行，发展空间大，发展空间大大，不是演技特别差。嗯，哎，肾好了很多。 哎， 哎啊，心里痛快，脸大像个囊是怎么回事啊？啊，这最忍受不了的就是、就这句，脸大吗？像囊吗？别，不不不不，别别，那得有人吐在脸上的呀。你听我解释，听我解释，俩肾都疼了。我没这么说，脸大像个囊。我不是说你脸大像个囊，那你说的是？我说你长得像杨洋。我没有听到是什么？长得像杨洋。那个观众说：“喜羊羊、美羊羊、懒羊羊、沸羊羊。”像杨洋还可以，可以吧？可以吧？杨洋一模一样，你们俩就等于说三五一十五，我听错了12个半，是不是？哎，对对啊，没听对，哥哥，你上回做手术吗？你是把耳朵这边是拉出去了，是怎么着？哪儿的事儿？哪儿的事儿？啊，长得像杨洋，哎，啊，没我就不行，没你就不行，发展空间大，发展空间大，哎，主要是像杨洋，你们俩死不死？你们俩。这还有个人呢，你什么时候来的？我来半天了。我岳云鹏，你少一肾是影响智力是怎么着啊？怎么了？他说的话你信吗？您让各位看看，就这模样，长得像杨洋。好，善善，我问杨洋躺在这儿，过辆卡车压8回，起来都比你漂亮，知道吗？你哎哎，行行行，你说这聊天呢？这人什么呀？你郭麒麟，你也是，你这怎么当着一面背人一面？不是，你根本就不明白，我哥现在跟过去他不一样了，美了，美，那一样。那个我哥现在，人家是一线的艺人，对呀，对不对？走大街上，辨识度相当的高啊，都认识，对不对？了不起呀！啊，对，冠军啊！啊，这观众说什么？一哥，哎，观众，大哥，你话怎么那么多呢？这都咱们节目组雇来的，没事啊。你长得就像黑幕，黑了吧唧的，你
这个观众说出了我的心声。你知道我花多少钱买的？不用花钱买，哥哥，你上一季拿第一，实至名归啊。对，我跟你说，第二季啊，我兄弟我年纪太轻，我跟你争什么德云一哥呀？那压根儿就是您的呀，你的，你的，你姓郭呀？也是，这跟姓郭有什么关系？没关，我是德云一郭，你知道吧？你是德云一哥，你是一哥。行，我都想通了。别那么谦虚了，真说岳哥来了，把人家上综艺、上电影的经验，你得给我们传授传授、啊。我什么意思，哥？就是你现在，我估计你也不在意什么德云一哥了。嗯，你都人家什么那个大电影啊，什么大综艺呀、啊？行吧，对吧？你都去那些地，你都一线艺人了。那我聊一聊。太好了，哎，你跟我们说。对呀、啊，把这些年我大学毕了以后呢，你等会儿。怎么又添了吹牛的毛病了？你说我大学毕了业以后，我就去中戏考试去了，中央戏剧学院。对呀、啊，哦，你还去过中戏？那怎么了？啊，对，去过。你谁？孙红雷啊，巩俐，我们是同学呀、啊，我们一起考的呀，全世界三大体系就我全明白呀。三大表演体系，三大表演你都清楚啊？当然了，你快快我学学哥，我学。全世界三大表演体系啊，表演啊。我跟你说，其实相声它很难，你知道吗？它比较不容易。咱们说表演体系吗？不是，表演体系吗？对啊，三大哪三大？司机，司机，凯奇，梅兰芳嘛，对不对？哦，行，梅兰芳是个老司机是吗？不是，别想，没事，这可以不学，主要学的就是我也想上中戏。不是您上中戏考试啊？对，我也想上考试。我上中戏考试的时候、啊，其中有一项我拿了冠军，他们全都败了，全都输给我了，就说明我的智力特别好。中戏表演考试题 啊，那您我们不信，要不咱来一回？来一回。我考的是啊啊，中戏表演，中戏表演系主角考试、啊、考试是？对 啊，什么表演啊？冯七。冯七怎么听那么耳熟啊？这惊讶了吗？这是个就七不能说。对了，哎，哦，他也是中戏的，他这是中戏的，这北影的，这是一看这是、哦、啊，行了，咱先说这考题什么意思？什么这冯七怎么来？冯七嘛、哦，来，哦，我这怎么来？我仨来一回。冯七，咱们仨来一回，哦、怎么？冯七就过，不能说。哦，就是说。数数呗啊，报数、哦、看谁智力强，凡是沾七的七的倍数这都不能提。对，哦，这是中戏学的呀、啊、对就喝酒老玩这个东西。你中戏的人就不喝酒吗？对呀、啊哦、对不对？好不好？表演系考这个、啊、好，我跟岳哥多学学。那咱来一回这个啊，逢七沾七的倍数不能说啊。对，从我哥那开始啊。你先来、嗯、一二三四五六一二三四五六一二三四五六一，行了，二位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一，行，不要行了，别一了，别一了，别开了，开了六，别来了，就太难了，四。哎呀，不行不行啊，烧脑啊！哎呀，啊、我天哪！头脑风暴，这个中戏表演系啊，这是、哎，直接表演三个弱智，这是。我的天哪，什么玩意儿啊？太难，太烧脑了！哎呀妈，这一。哎出来没吃药、啊、你不懂，这就是表演艺术家，这就是一线艺人，长得像杨洋，我的天、啊、你先好，你先冷静一会儿好吗？咱别胡闹啊啊！你要说真上过大学啊，相声演员拼到最后拼的也是学历，拼的也是文化，咱真来一个考文化考学历的敢来吗？来呀、啊，行吗？谁怕谁啊？好嘞！一线艺人需要学历吗？废话，我怎么办？你退学早，你是不需要。
来啊，我出一主意啊，咱们来一回啊，来一回成语接龙怎么样？各位，这有学问都知道啊。这怎么？我现场出一个词儿，你们俩人呢，要求是自头咬自尾。你说那个成语头一个字儿，得说是我这个的最后一个字儿，绕来绕去，绕来绕去，绕到我要求的一个词儿上，这算你们俩有能耐。顶针续麻，行，敢来吧？这有难度了。我说一个啊，哥，这是咱刚过完年啊啊，咱就来这个新年快乐。好好，从这乐字往后找，找到什么？最后绕到欢乐喜剧人，怎么样，各位？好，好，谁先来？我们哥俩一人一句是吧？一人一句啊。行，好，新年快乐，绕到欢乐喜剧人。好，怎么样？好，谁先说？我先说，我先说，我先开始啊。新年快乐。好。我先说吧，要不？哥，那你抢晚了。你都一线艺人了，乐不思蜀，嘿，郭麒麟，这是高中语文，这可是啊。那我怎么办？我被乐了，我不能出牌了。乱七八糟，我怎么办？蜀啊，蜀往寒来，来者不善。善者不来，来者不善，善者不来，来者不善，善者不来，我弄死你！你哎，你们俩谁善了？你先告诉我这个。哎呀，什么？你们俩死机了是怎么着的？烧脑。来日方长。哎，长相厮守。守身如玉。郁郁寡欢，欢乐喜剧人啊！啊，太好了，太好了！哎呦我的妈呀！可以二位，太难了，太难了！哎呀，我是艺人，我艺人，但这不行。好，咱仨是一块出来的，我出的题，让观众反映，咱们是事先计划好了的。对呀、啊，就是事先计划好的。现场观众出一词儿，你们敢来吗？怎么样，各位？谁？谁大学毕业的？说一个，挑那葛的说啊。来什么？来什么？来什么？啊？白云苍狗。好，白云苍狗。白云苍狗。谁来狗？不是你，什么意思？你抢着把这先说了是不是？狗狗，不是，苟且偷生。苟延残喘。狗急跳墙。不赖，不错，就这是吧？我告诉你，不就白云苍狗吗？我三句话我就能绕到欢乐喜剧人上。人还规定数目来，三句啊。哎，白云苍狗。狗，白云藏狗啊，狗子就是我，我的小名叫欢欢，欢乐喜剧人。哎呀，他这个技术含量比你高啊！对，成语接龙，苟且偷生，苟延残喘，狗急跳墙，人家狗子就是我。小名你管着吧，小名叫欢欢。哎，欢乐喜剧人，我天哪！大林，这季冠军给你，他们都不愿意，你知道吗？凭什么呀？什么文化？什么文化？什么呀？我再出一个，谁给他出一个？啊，什么来？你是玉树临风。玉树临风？是说我吗？你说谁？风流倜傥。还是我好、躺着的姿势我很喜欢，欢乐喜剧人，这谁不来？谁不会呀、你这还不如我的小名叫欢欢呢。你行，
咱成了哥，咱成了。成什么我出个主意吧，我出个主意吧，我也别白来，哎，我也别白来。什么长得像个囊吧，什么演技特别差，其实这我都不在乎，知道吗？那我今天我最在乎的是刚过完年，我问问你们，啊，兜里有没有红包？这有啊。这是干嘛呀？有红包有啊，有红包就拿出来。干嘛？我们红包干嘛拿出来？咱们。玩一个游戏，嗯，玩什么游戏？看你的智商，看你的智力。我带你走进一线明星，拿红包就进一线，这拿完红包我就能成一线明星了。对呀，啊，大林，我问你，你红包谁给的？嗯，我爸给的，都是你爸给的？嗯，有我爸给的，我妈给的，我师傅给的，我师娘给的。那俩我从家自己拿了。你这个呢？我是师傅给的呀，师娘给的。还有吗？还有我爸我妈给的。我这是我的红包呢，师傅。我媳妇给的。那咱怎么玩这个呀？对，玩什么呀？你那有钱吗？有啊，有吧，肯定有啊。可以。有钱？有，都有钱。你，咱们三个人谁最公正？最公正。我呀，你最公正。对呀，好啊，这样。我们三个人把钱啊都放你这儿。好，别不，不，没事。好，再见，各位。哎，你回来，我就怕唱个歌，大伙都喜欢我唱歌，是不是？什么送情郎吧，什么五环之歌吧，这都是我的拿手歌曲。啊，我唱歌，我让你猜。哦，猜上了是什么歌？如果猜上来，你拿走；猜错了，我拿走。哦，我明白了，好不好？很公平。哦，好不好？歌名说上来，我就拿一红包走。对，太简单了，这个。我可以一起吗？没问题，当然可以了。你不行，我不行，我还谁抢了算谁的？谁抢算谁的？谁抢算谁的呀？好，抢答抢答是吧？没问题。好，等着。我师傅摘走我一个肾，这个钱不能让郭麒麟拿走。咱俩想主意把这个钱全都拿走，好不好？到后台咱俩分啊，信得过我吗？信得过。牛不牛？牛。漂亮吗？啊，牛，漂亮。牛什么牛？来，开始啊，开始了，开始了，开始。哎，啊，说出歌名来，我拿一红包啊。对，大伙儿咱们配合一下啊。这歌名有可能你知道，但是咱们，谢谢啊，谢谢。我天哪，我太喜欢这个游戏了啊！带你走进一线明星啊！哎，好，我一线明星。太难了。雾里看花，水中望月，你能分辨这朵花莫测的是？这歌名叫《雾里看花》，对吗，各位？拿一红包，这就拿走了？可以啊，有能耐呀！这歌叫什么？《雾里看花》，长记性啊！没想起来。听这个啊！哦，夜空中最亮的星，哦，听清，那仰望的夜空中最亮的星，太棒了啊！听这个，大举手鼓唱起歌，骑着马儿翻山坡。千里牧场牛羊壮，丰收的壮。打起手鼓唱起歌呀！你知道我这曲库我知道多多吗？真的不知道吗？我懵了，我听这个啊，阿莲，阿莲。我，你郭麒麟，你太笨了！我跟你说，我明白了，这有一个规律。太棒了啊！第一句是歌名，第一句就是歌名，那谁不会去，对不对？你等着啊，等着啊，我来，哥，我来，听这个啊，来啊，我预备着啊。
时光一逝永不回，时光一逝永不回，往事只能回味。听这个啊，再来再来再来。为你我用了半年的积蓄，为你我用了半年的积蓄，漂洋过海来看你啊。遥远的夜空有一个，遥远的夜空有一个弯弯的月亮。笨死你我跟你说。那片笑声让我想起，那片笑声让我想起我的那些花儿。你太笨了，上这规律你都没明白吗？不是，你们规律又换了又，又改。好，我明白了。明白了。第二句嘛，来来来，再来再来再来。找点空闲，找点时间，领着孩子常回家看看。您啊，我这都给你，你拿着啊，您自个儿再琢磨琢磨，争取都赚着，都让他拿走了都。再来，我跟你决一死战，我告诉你，来，再来，再来。听这个啊，嗯，歌名啊，嗯。是否对你承诺了太多？是否对你承诺了太多？还是我原本给的就不够？还是我原本给的就不够？你始终有千万种理由。理由？我一直都跟随你的感受，感受，让你疯，让你去放纵，放纵，以为你有天会感动，感动。关于流言，我装作无动于衷，无动于衷。直到所有的梦已破碎，才看见你的眼泪和后悔。我是多想再给你机会。多想问你究竟爱谁？哎，既然爱难分是非，不是就别逃避，勇敢面对。给了他的心，你是否能够要得回？怎么忍心怪你犯了错？是我给你自由。过火，我是一线明星啊。起来，差不多了，差不多了，起来。哎呦，行了，我早知哎呀，那个阎鹤祥啊，他们都过去拥抱去，你怎么不尝尝呢？哎，那个争了一年了哈，今儿我开始争这德云一哥，谁是一哥呀？你们俩啊？不争了。为什么呀？没有用了。那个今天把岳云鹏请回来助演啊。嗯，小岳对这个舞台是不是感慨非常啊？这个舞台特别的熟悉。嗯，这个舞台太多的汗水。嗯，这个舞台太多的鲜花掌声。嗯，这次又来到这个舞台，莫名的感慨，特别开心。嗯，节目好与不好，有没有瑕疵，大伙儿来做定夺。我们努力，我们把更好的节目奉献给大家，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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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上一季啊，岳云鹏参赛总拿第一，郭麒麟这季参赛呢一直也没拿过第一，你觉得这毛病出哪儿了呀？不对呀，儿子，您说，关键是你没买这个金立 M2017 的手机。
成功的标配。你们觉得这个节目演到现在已经好几期了，嗯，郭麒麟自己觉得怎么样啊？哎呦，确实有这个去年啊没有感受到的这个压力，嗯，每周一个作品确实比较熬人，嗯，特别的感谢我哥今天反正推了好多几千万的大买卖到这儿帮我来。你让他说说你推了哪些几千万的，我去啊。这个也谢谢小月给你们的助演，两位再接再厉，希望今天取得好成绩。好，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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